路的牌卡呢，就是比较单纯啦。这一个人到底在不在意我，在不在意我的同时，是身边有没有其他选择啊？我偷偷在看其他人呢、啊，这个是大家最在意的、啊，什么关系都可以测，好吗？除了你之外呢，我们一样做个比较。他在意你的同时，还会不会再去找别人？积极养不养之类的能量哦，好不好？然后跟内心想要告诉你什么话？来，第一组狗猫人，好，就这么简单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选择你感应牌卡，直接进行解牌。一组牌卡的，我们就来进行解牌。请问一下，他对于你的在意程度有多少？就有多在意？那今天我就直接用这个牌卡解喽。狗狗牌终于出现喽，狗狗牌第一次的抽牌，第一次使用。来呢，请问一下，他对于你呢，他有多在意？然后等一下看他身边有没有其他人，他对于你多在意？时时刻刻在意的程度，当然就是说他会想你在干嘛吗？然后跟他对于你想起你，他的情绪是如何？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模式去做一个解牌哦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第一个，什么天空酒？天空酒这是保健酒，是不是？对不起，我第一次买这种牌卡，容许我碎碎念一下。我好奇一下，觉得天空酒蛮有想法的。Air 在塔罗牌中代表的是宝剑，所以每一张牌卡它都会有不同的能量。然后天空十逆位，所以就是宝剑十逆位嘛。然后天空九逆位，好啦，他跟你之间的关系呢？他在意吗？在意啊！如果你们之间是关系很糟的话，他时时刻刻都想要如何的跟你去把这个关系连结，然后他飞呜呼呜，抽到这张牌很爽。好啦，这一个人他在意你，他时时在意你，而且他在意你的情绪是今天如果他跟你断联，他更想你，然后他希望怎样？他跟你之间都能做到好梦，所以他做梦都会一直梦见你哦。然后所以梦见是好的梦吗？都是好梦，都不是噩梦。然后他起心动念是很在意你，而且希望跟你之间有一个正义，也就是代表有一个感情非常非常好的结果、哦，懂吗？所以呢，你不用紧张的是，你们的任何的关系，这一段关系肯定会有那种置死地于后生的感觉，因为只要有宝剑十，你会代表你们一定会有这种坦诚相见，跟彼此疯狂的吵架啊什么的。可是不用紧张的是，这一段感情他会想要跟你重新的来过，虽然你们有很多难忘记的痛苦，精神的痛苦需要去做一个恢复跟更新哦。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事，你们两个一定是有所伤害的状态。那如果说你们是无所伤害，就会说那可能是他本身自己心里面内心的小孩曾经在别处受创，可是他遇见了你之后，他会往上走往上走出来，也就是他会把这个剑拔掉哦。那只是说这个伤害就会没有以前那么的严重了，所以恭喜你啊。虽然这一张牌呢代表持久率不高，也就是他在意你他是一瞬间，可是很快就又去找他自己人生中的意义，好吗？所以呢，不论如何，你们的关系如何，都会有重新来过的机会。如果你们在感情中的话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有一时候他那个闷闷不乐，你不用理他，就让他自己去恢复，不要去强迫他。你只要让他保持跟你之间的状态是一种轻松愉快的。他这个人的负面情绪比较多，所以啊，相对于他觉得跟你之间的人生，他是其实是原本是失望的，可是跟你连结以后，他有机会觉得他的人生好像可以朝向慢慢的正向。原本的他是看不见希望，可是因为他想起你以后，你似乎可以让他看见，他觉得人生中会有一些光明面哦。所以就代表说他原本从失眠跟噩梦中，然后跟胸部很闷，可是因为遇见了你以后，就很像从死神牌逆位方结束了另外一切而得到了重生哦，有没有？所以啊，你是他人生中的那一种希望，可是他需要的是现在是需要放松，而不是去担心。所以如果你在陪他经历了，你有可能是在他人生中经历低潮的一个最原始的那个力量。所以正义牌这一个人想要跟你有订任何的契约，希望可以跟你之间的关系是稳固的，甚至有法律上面的连结哦。那也就代表他希望呢，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是理性客观的，不是激情。所以你跟这一个人来往的时候，你会来问说为什么我觉得他对我的在意度不是那么的高，因为他想要给你是于理智以及现实中，不是感觉派的，所以你会感觉不到他的浪漫，因为他对于
你，他想要扛起的是一种责任。那他在意你吗？在意啊，他在意到觉得就是要给你一个公平的对待。然后呢，所以他很冷静，很冷静，没有浪漫的感觉。那是因为他想要跟你之间朝向一个就是稳稳定定的，可以说是想要走结婚路线哦。所以他是非常的在意你。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呢，这么的喜欢我，那你身边有没有其他的人呢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一样，这时候就是已经神谕卡了。身边有没有其他的人？除了你以外，有没有在看其他人？对于你的爱这么的坚贞，但是情感又那么坚贞，惨了。他其实除了你之外，他本身呢就是还是会有其他的往来的对象在他的心中哦。所以呢，他虽然在意你，可是他有没有其他人，这一个人是有的。所以射手座的牌出现了，双鱼座的牌出现了，他把那个责任感都给了你，可是他把浪漫给了别人了。所以呢，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社群，或偷看他的讯息，他肯定有在撩妹别的妹子的，所以答案是 yes 哦。好，好不好？然后等一下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疗愈你，因为这一个人呢肯定就是积极有氧啦，就是他起心动念是除了你以外，他还有在跟别人做一个很深入的谈话，而且是偏浪漫类的，所以他把冷淡给了你啊，但是他把这个心思给了别人的。他对于别人呢、啊、是罗曼蒂克的，然后会去哄骗啊什么之类的，甚至你去看他的那个动态留言，他可能都爱什么妹子啊，或帅哥下面留你好帅哦，什么什么之类的关心别人。可他对于你，却平常就是只有那种早安、晚安之类的情绪哦。所以他有没有别人？他有别人。他可是他对于你是一种责任，可是他对于别人只是单纯的好色，好、哦、好色而已哦，好不好？所以好色的能量会强过于，因为我就不看这个时间面。那他有没有想要干嘛？嗯，必须得说的是，他对于别人，他就是有一种就是想撩，然后清清白白的，你明白？可是不是说没有意念，是有意念的，有意念想要往下前进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宇宙说，如果你要跟这一个人继续，你现在可能情绪非常的紧张，胸很闷，就变成你了，而不是他。你帮助他从胸闷中走出来，可是看到了这个讯息，你觉得他似乎带给你的胸闷，所以宇宙说你需要一点时间去呼吸一下 ，take time to breathe out。OK 哈，所以就是你需要呢有一点点时间的休息哦。为什么呢？嗯，也许此时此刻的你，宇宙让你遇见，就是代表说花一点时间休息，因为你要问的是你们还剩下什么，所以也就代表你的人生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了，需要重新的组合，而不是盲目的前进。如果你选的这一个人，宇宙还说请你接受现况，所以会不会是你以前的桃花很好，你没有去珍惜呢？那这一个人也有可能是你所测的人，他是一个重新复合的能量，是一个前任哦。你不可能一直随时的 online， 也就代表你遇到了一些障碍，即使你失败了，你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做一个改善。你要对于自己诚实，你要知道自己的位置，所以通常知道自己位置，就是代表其实你陪他度过了低潮，可是相对于之下，现在可能是你人生中的低潮，所以你似乎如果想要跟这个人断个胎，我是不建议的。也就代表他虽然会撩来撩去，可是他对于你是一种责任，别人对他而言，他就只是为了撩而撩的一种新鲜的一种浪漫的感觉，可是他对于你是很认真的，想要跟你的关系是永久的前进。听起来还蛮讽刺的，你把浪漫给了别人，然后说想要跟我前进，那他是不是个花心鬼啊？没有办法，这边射手座的能量还是在，所以他还是一个花心鬼啊。然后呢，而且啊，这个是什么 ？Lucky on your side， 你不用紧张的是，你从以前到现在，你想一想，你是不是一个很幸运的人？你不论做什么事情呢，都非常的幸运，宇宙都是站在你身边的。所以你只要怎样保持你的微笑，最后面呢，即使你情绪低落，都会有重新开始的能量。只要你愿意冒险，但要小心，不要把所有的赌注压在同一个东西上。所以宇宙告诉你的是，不要把所有的资源压在这一个人身上。明白吗？也就是代表说你还是会有其他的机会，可是不要轻易的先把这一个人断开哦。接下来呢，宇宙会给你一个礼物去拓展你的世界观，也就是代表说你现在不要放弃你身边的任何的一种的东西，然后你要开放性的去看。其实相对于之下，这一个人他会带给你幸运没有错，虽然他有在偷看别人，可是现在因为你的人生是一种低谷，那他因为你而走出了低谷哦，好不好？那这一种东西就会有一种运气的问题，你遇上他以后，
你某种程度有一种他的运，然后转到了你的身上，然后可是你不用紧张，是幸运还在你身上，所以最后面你还是有办法克服这一个障碍的。可是宇宙说你不能把这一个人断开哦，好不好？最可怕的是这，反而是让你欣然的去接受于这一个人带给于你的情绪的不安，然后你要学着格局放开的去接纳这一切。那有些人说为什么我要这样，其实就是当你的格局放大了以后，你才能看清楚这一个人对于你的重要性。你们不用紧张，我最后面会抽个塔罗牌，就是要决定他的去留。这一个人呢，他值得你再留下吗？如果不值得，我们就叫他滚蛋。 OK， 来我这一边就是要找这个滚蛋的能量啊！谁还跟你们在那边模拟两可，受委屈这种东西在我这一边是没有办法接受，除非你爱他爱的放不开，我就会说那你受委屈，懂吗？今天就是来看现实的，除了你之外他还有在撩别人，是时候去平衡你的灵。最主要的是你最近的迷惘是因为让你已经脱离了现实了，宇宙说你要注意集中力怎样去实现你的目标哦。所以也就是代表说你的责任与梦想之间你要找到一个内在的平衡，因为你现在非常的迷惘，所以宇宙说在迷惘的时候不要做任何的事情，不然你会怎样陷入一个困境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所以啊，也就代表你现在处于一种超级浪漫而不是超级现实的状态，跟着你的直觉走，它不会让你失望。最坏的梦境是什么？显示梦想终结，也就代表你所询问的人，这个人是灵魂伴侣吗？可是你要想一下哦，是吗？好吗？我等一下再帮你看是与不是，这个人要不要留他的去留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想跟你说什么话，先看看他说出什么鬼话，我们再来看看说这一个人能留与不留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抽牌，抽他想跟你说什么话。我们看一下他跟你说什么鬼话，然后再看要不要叫这个人滚蛋。竟然除了我之外还要再看看别人搞什么东西，结果还想要把责任给我，是不是？这个就不行了。他想要看看他能说出什么鬼话。你说你心疼我生活的苦，哎，果然我就说他在他人生中的低谷看到你是一种曙光。你很普通，可是我喜欢了很久。说普通就是不行啊，什么叫做喜欢的？可是他真的是真心的还蛮喜欢你的，好不好？因为像我自己也有测，我也有选择一个人，这个人真的，我选了这个人，他真的暗恋了我七年呢、然后他每一年都是问我追求我之类的，对啊，所以这一个牌肯定是准确的啦。然后相对于你说我生活苦，他现在是还蛮糟糕的。来，你很普通，可是我说喜欢了很久。好啊好啊，说我普通，说我喜欢帅，你帅了不起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喜欢这一个人以前是蛮帅的，然后好啦，是蛮帅的。 OK， 只要我赖的不走，只要赖的不走，所以我没有说他想要跟你的连接是非常的确认的。那、你赖的不走，你要看别人搞什么东西，看起来那个剪刀不拿出来不行的、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样会不会被黄标？我比较冲动啊，好不好？有好事说来听听，坏情绪可以跟我说，如果都没有，一个晚安也够。死皮赖脸的，死皮赖脸的。这个人的星盘会有双鱼座的能量非常非常的强，然后跟天蝎座的能量也会非常非常的强，还有水瓶座的能量会非常非常强，因为只有水瓶座的能量才有那一种思维，我把理性给了你，然后我把浪漫想要去外面撩，好不好？就是星盘会有这一些综合的才会有哦，而且还赖着不走，会赖着不走就这一些星座了，好不好？还有哪一个星座会赖着不走？金牛座，只是金牛座不会表达，他就是一直呈现在这，好吗？好，好，所以啊，就是其实他真的也蛮喜欢你的，可是他讲这一些真的很干货啊，再看看你还能说出一些什么屁话来。你看着别人，你那边跟我讲甜言蜜语，然后平时就对我很理性，是不是？嘴里说的没事，我很好，有没有？所以他是一个故作坚强的人啊。可是也是啊，因为我说他想要跟你的关系是走确立的，我们再看看他说什么话。因为你看上去怎样？你很好，你没有不好。麻烦你不要来告诉我。不要来告诉我哦，因为这一个牌是跟着他的，也就是代表说你很多时候你就看起来很好，然后呢，但是你似乎都没有跟他讲实话，所以他希望呢有好事都能跟他说，说坏情绪也告诉我，如果一个都没有刚刚有足够，是不是你对于他的那个说话表达太少，所以就导致于他非常的冷静啊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这边看起来就是因为你没有常常跟他讲甜言蜜语，所以他只好去跟别人说了。 OK，
就是这么的简单。好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到底宇宙要不要给他去留。其实看起来好像你占于上风，因为他真的非常喜欢你，可是你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有给他一些很实质的回馈，其实他是蛮喜欢你的，是真的。好，好不好？可是说我普通就不爽了啦，好，就是这一回事啊，还是要看看你要不要留啦。宇宙说这个人可以继续留下来，留下好答案可以，请你好好的留下他，因为你们的关系是可以成功，一样是宝剑的能量。如果你喜欢他，你就赶快给他一个确定答案。宇宙叫你好好的留着他，好、哦、好不好？那是因为他太喜欢你，所以导致于他对于你，他会患得患失，所以他把你的关系用在一个步步为营、战战兢兢的状况。所以他是爱你的，好吗？他非常的在意你啊，可是他还是有撩撩别人啊。就是这样，人怎么那么贱。好，喜欢我记得给我一个赞。好，还没有订阅加留言的话，记得这些牌还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，订阅加留言留起来的话，可以获得20分钟一分一生当中一次的免费占卜。那不是只有这个占卜而已，就是视讯占卜比较麻烦，所以当然就是一次啦。那如果说你还有更多的经济上的困难，或者你想要抽抽奖啊，或者看看别人的分享回馈，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呢，将会有就是抽奖活动不定时的推出，然后还可以看看就是我教别人的攻略，然后看看有没有对照照你，可以帮你解决困难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，赞跟留言一定要留起来哦，拜拜。牌卡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你所想的这一个人呢，他对于你在意的程度是如何。那在意的程度就是他想起你他是什么感觉，跟对于你人生的规划是什么。然后最后面我们再来抽牌呢，他有没有想别人，然后在神谕卡告诉你什么，跟这一个人到底要不要去留啦。好，如果看别人就去留，没看别人就饶过他。来正义、哦、怎么大家最近要抽到正义牌，怎样？最近的人特别想婚是不是？还是我的粉粉太优秀了，每一个人想要跟你结婚，有法律上的连结，甚至你看这张牌多可爱，我是一只蓝猫，但是我来咬住你的手手。猫咪喜欢咬一个东西跟你玩，代表它喜欢你、哦、OK， 所以你们是有受虐次的感情是不是？这边一样哦，他其实想你，他在意吗？当然是在意啊，因为是一个公平的正义牌，想要跟你之间有法律上的连结。怎样？其他牌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啊？其他牌出来一下什么意思？只有一张是不是？好，哎，一样哎，我的粉丝是傲娇鬼是不是？这边看起来呢，基本上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钱币吧？我看，这是钱币九逆位，钱币九逆位加圣杯骑士逆位，我觉得这一张牌啊，还蛮明确的是，他跟你之间，他一开始的时候是真的想要跟你朝向一个感情上的一个连结，然后是采取跟你之间是一个结婚方面的关系。好，他对于你是非常的理性，不是只有感觉形式而已。所以啊，你有时候会觉得这一个人怎么那么的木讷，甜言蜜语是非常非常的少的，甚至你觉得他是很花心，可是他花心是花心在别人身上。好，最主要的是他这个人蛮贪心的，所以他不是很专情，这个也要那个也要，所以不够于真诚哦，好不好？那他对于感情方面他是比较懦弱的，所以他无法下定决心，也就是代表不是，就是对方其实他是喜欢你，可是他觉得会被你拒绝。好，那他内心想成一种自我矛盾跟错误的想法，所以不可控，所以这是他对于感情上其实还蛮懦弱的。对于你的感情他是蛮懦弱的，他不是很肯定说你今天到底喜不喜欢他，所以他反而是你问你不喜欢他，他是会去找别人的人，所以也就代表你有给他确定的感觉嘛。但是因为这个有时候会有一些镜像，就是你喜欢这个人，他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你，因为除非你表现喜欢他，不然的话他觉得他非常的孤单寂寞啊，然后跟你之间他是没有办法稳定下来的。那因为我们是问说他对于你的在乎跟在意的程度，一开始还蛮在乎在意的，可是他是这个也要那个也要，你是他其中心里面一个选择，可是他是还会有再选别人的几率哦，所以明白吗？好，所以呀，你不是他最终最在意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还有没有别人，除了看看你之外他还有没有别人，怎么办？这个人他对于你的在意程度是在于想得到，而不是真心的，不是真心的哦，他还在看别人哦，好不好？那他看别人，他也是看别人很状态，也不是说一种很理想，所以那我就会说是他这一个人本身真的就比较贪心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，可是他知道他身边说最需要的是你，懂吗？那他如果说有没有看看别的，我必须说有，可是这一个有的程度是他的另外一个人他是被抢走的，所以他除了你以外他去往外发展都没有好结果，也就是我们说的
应该他条件不好，他现在只能死守你这个私行仓库，而唯一就是剩下的最后面的状态是只有 only you。好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就看一下要给你怎样的疗愈的卡，我选三张，好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呢，他有没有看别人？他试图想要看别人，可是因为他也有一种不止你哦，他虽然花心，可是他就是很没有自信，所以他最后面能守住的就是你了。好，所以最后面他的选择，他在乎你吗？他在乎啊，可是他想花心也花心不起来，因为他似乎好像是自己本身运气不是很好，就算他今天丢到这个市场，他也会有那一种就是孤立无援，也就代表他条件不好，外面的人不喜欢他，然后外面的人会选别人，所以他唯一能够守住的就剩下你而已哦。你怎么听起来你有点悲哀嘞？哼，如果真的是悲哀，我是觉得感情这种东西要看你自己开不开心，如果你够喜欢他的话，他外在条件不好，但是你这样就是真爱了，好不好？大家不爱你，特别爱你，真的是一种真爱哦。好，那你也不用担心有别人会抢走他，因为他没有什么本事，所以你不用太紧张了，好不好？他是花心的，可是他不是外面的人会愿意去选择的对象跟条件。宇宙说你大胆的踏出第一步，是时候大胆的把事情掌握在自己的心里面哦，自己的手中才是对的。宇宙说这张牌出现呢，你可能会挑战某一件事情，你会真正的渴望你有多强烈。如果你很担心有一种某种情况会发生，建议你不要那么被动，你应该要像宝剑皇后跟宝剑国王一样，主导性的朝着你所希望的方向去采取坚定的立场，并去规划着你所想解决的问题跟目标。你必须要有一个成为一个领导者的方向，才能够勇敢的怎样把你的事情朝向于你内心想要的情感，勇敢的前进。可是要冷静哦，因为这张牌是不能鲁莽行动，也不能太快，你要发挥你的力量，是时候可以采取行动了。所以答案是可以采取行动咯。好，什么行动？来，这边有个正义牌嘛，就代表他虽然花心，然后他财务状况也出了个问题，所以你说他要找别人，可能相对于这样，他有心里面一直想的想要去找别人。我已经知道大概有哪几个粉丝会抽到这张牌了，就在找我私人的人应该也都有重复的牌卡出现，就是在说你们好吗？这个人条件就是放到外面就是一个不好的人，可是就只有你们愿意接受他，他也知道也只有你接受他，所以他是会缠着你，想要跟你有契约的约定，可是他没有钱，可他心思也不是爱在，不是真爱，而是需求，你明白吗？这张牌一样，就是你们需要创造一种双赢的关系，伙伴的关系，坠入爱河，跟别人有亲密的举动。因为这一个部分要说的是，你将即将展开一个新的关系，要么就是跟这一个人重新有新的关系的变化，你可能会从一个结束再进入到新的承诺哦。所以如果你问旧有的人，你跟他会有重新的结论，可是如果问旧有的人他已经断联，宇宙说你应该要放眼的是新的关系哦，你会有一个新的关系进来，所以恭喜你，你会有新旧方面的人去做选择，所以有一个天秤。那天秤跟正义牌一样是有一个责任的哦，所以你下一个选择的对象将有可能是你结婚的对象，可是你如果想要选择这一个人结婚的对象也是可以，可是你必须得知道的是他的财务状况是有问题的，他不是真心的，所以他在跟你交往之后有可能会有那种还看看别人，可是你不用担心，因为他的市场比较差，只能偶尔运气好的时候让他捡到一两个，可是基本上他本身在外在条件是在这个你的环境里面他是属于弱势，所以要偷吃也不容易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正在一直寻找的那个答案他即将是会实现的，那就是你要换新的对象呢，或者是选择这个都可以，因为你得到了 win-win， 所以不论如何你们都会创造一种双赢的迹象，只要你们愿意冷静，所以不能有情绪化，非常的稳定，然后跟确定自己的在做什么。当你开始觉得哦，我不知道我在干嘛的时候，那你什么都别做，因为你把事情搞砸。这是建议牌。如果你在边抽说哦，我说什么都可以成功啊，但你如果是没有计划性，太过于冲动跟急，那就是没有照建议牌走，就不会实现。这就是我说的。这张牌代表是巨蟹座的星运，你和你所爱的人现在都很安全，也就代表你来到了一个私领域，来个新的开始，所以你跟这个人会有新的开始，你自己的人生有个新的开始，不论是说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人搬家或者是如何，你跟你的私领域会有在不论事业或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新的进展，懂吗？然后如果你一直忽略家人或你身旁的人，你开始跟那些旧有的人去做一个联系，
为什么？因为你跟他联系的话，会让你的不安全感稳定一点。因为巨蟹座代表的是不安全感，有巨蟹座出现就代表你要努力的解决的是不安全感这件事情。因为你内心是有渴望，渴望的是什么？其实呢，因为这有个正义牌，渴望就是家人嘛。你可以考虑要不要去生一个小孩或多个小孩，因为这个周期开始了。所以你真正的不安全感是你需要的是什么？在爱里面得到安全。那通常都会建议跟一个人结婚，或者是就是找一个你觉得舒服而稳定的关系，可以去找原有的家人，然后给你安全感的，或者是就考虑新的开始，生一个 BB 给自己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个有这一个迹象出现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想跟你说什么鬼话哦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花心的人会跟你说什么鬼话呢？讲很多话哦，来。如果我不能让你快乐幸福，请你好好保重。所以你们这个是有分手的能量的哦，好不好？可是终究是他是太过于自己好像出了一些事情而没有办法，但他又很花心，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人生在干嘛，但他知道你是他最后面的一个选择，所以他知道他是不能让你快乐幸福的，所以他至少希望你可以保重。遇见你的那一天起，从来没有想过要分开，所以我说正义牌嘛，这一只猫咬着这一根手，他咬着，所以他相对于他的做法是让你疼痛的，可是他是不希望你走，他不想要分开，不爱也别拖啦。所以这一根口是心非的能量非常的强，说你会好好爱我，说你不会丢下我。所以啊，我说啊，这一个人非常的负能，也说你们两个人之间创造双赢的机会需要有的是安全感，所以必须要透过于结婚跟生小孩的能量，这个人才会得到安全。也不知道是他原生家庭太过于渴望爱，还是说他原本的生活太过于动荡，所以他现在需要有一个承诺来去兑现哦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说你们两个会有进入到一个新的开始，要么结束，要么就是往更高的层次结婚或者确定关系去走。爱应该是要让人变得温柔与勇敢，而不是让人时常感到委屈跟妥协。所以你想一下，你跟之间是不是有一个人比较强势，有没有？所以每当你们 吵架的时候，最难过的就是那一种，所以也就是代表他最难过的是你们吵架的时候，他觉得爱应该是要什么温柔跟勇敢，而不是让人委屈跟妥协哦。所以你想一下，是不是你太过于霸道了，所以他觉得一直是很委屈的状态，但他是爱你的，只是因为你的吵架而导致于推向于他想要去找别人。可能偏偏呢，我就说了这一个人蛮没有什么市场的，所以他只能依附着你，来说你会好好爱我，说你不会丢下我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人呢，你要继续的留着吗？感觉这个人会比较像是寄生虫的模式在跟你相处哦，那你会比较辛苦，你等一辈子要扛着这一个人，因为他过于软弱。可是他唯一一个，就是如果你很有能力，你又希望能够绑架一个人，如果你是属于虐待型的那一种，占有欲跟控制欲很强的人，虽然他很委屈，他不要你委屈，跟他也不想要妥协，他有时候会想要也是有一点尊重，如果你愿意给他尊重，然后也不会丢下他的话，那这一个人你要继续留着吗？因为这边他还是有花心的能量，可是他没有，因为我只看第一张牌，好，好不好？就是 yes or no， 这个答案是 no 的，所以留着对于你来说不太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言语的争吵不会结束，这一个人他会持续的一直疯狂就说反话，不说真心话，然后讲话又不动听，然后又不讲甜言蜜语，所以你们会一直吵架。他明明知道这样会让你们吵架，但他还是会做，所以给留给你自己一个悬念，你要不要继续留着？继续留着，你们的关系一样吵架不断，除非你愿意当那一个说好听话的人。愿意吗？如果愿意的话，你们这种关系是可以很持久，他会一直依赖着你。可是我必须得说的是，他还是会有看看别人的能量。可是呢，他能成功吗？不会成功，他是失败的。就外面就没有人喜欢他嘛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他爱你吗？说他爱你，不如说他想要找一个人好好的爱他，所以他觉得你就是那一个人，因为他没有想要跟你分开哦，好吗？可是如果你不爱他的话，他会希望你也别拖啦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好好得到他所想要的。因为还有这个人是没办法给你幸福快乐的，你自己想清楚，他是不是条件非常的烂？留言给我，到底他是多么的悲惨，跟多么的条件烂，没有办法给你幸福快乐，却要你好好的养他，怎样？你是提款机是不是？你是提款机是不是？是长期饭票吗？
好，好不好？想一下啦，自己要不要一直当人家的 credit 卡，好不好？无限的给人家刷卡，那就是你的选择咯。好啦，喜欢我记得给我赞，如果这些牌卡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的话，记得留言加订阅，可以获得一次免费的20分钟的视讯的占卜。那如果说你害羞或是有费用问题的话，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， 我的现实动态会有不定期的有那种免费的抽奖，那你也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我现实有时候发别人的回馈，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跟你的问题可以磨合。有时候我会有一些战略手册，也许就可以帮你解决你现在所解决的问题哦。因为毕竟有一些人就不喜欢跟人群接触，喜欢默默的看，那就让你们慢慢的看啦。那我们就下一期影片见，记得给我个赞，拜拜。第三组牌卡呢，我们抽到这一副牌，噔噔，又是性感牌，性欲牌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们爱这些，抽到这组牌的人，我懂你们在想什么。来，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呢，请问一下呢，他对于你们之间的关系有没有？他对于你的在意程度是多少？好，好不好？在不在意你啊？然后再去看在意你的同时，还有没有看看别人啊？小王八蛋，是不是？然后看一下对于你的感情，他到底是怎样，跟你之间还在不在意你？权杖四，他非常的喜欢你，他把你当 family 当家人哦，好不好？所以啊，他是蛮喜欢你的，可是这种喜欢是有一种已经你算是他认定的家人了，所以是蛮一辈子的，所以他在意你吗？在意啊，有没有？他是在意你的，嗯。哦，世界牌正位，圆圆满满的，恭喜你抽到的决定好牌，钱币骑士，他爱你啊，他在意你啊，他其实非常的在意你，他其实都有在关注于你的世界，他觉得你们是同一个世界的人的，恭喜你啊，这么爽，人家想跟你成为一辈子的家人，然后如果可以结婚，当然是希望可以结婚。可是他这边不强求啦，不强求结婚，但是希望你们两个人之间可以相处圆圆满满的。好啦，和和乐乐的、啊，不论如何呢，你们两个人关系是非常稳固的。他觉得你永远在他的心里面，所以如果我说我们还没有抽他，我们看别人。总而言之，他跟你之间的关系，他觉得现在非常的稳定。然后呢，你就是他的全世界，他也觉得你的世界拥有着他，所以你们的正向能量是非常的强的哦。所以世界牌出现代表你们两个人之间呢，如果你现在正在对他努力付出，都是会得到正面的回馈，甚至你们两个人有机会同居结婚，然后更有小孩。好，不过你们的关系就是因为太过于稳固，然后所以有一点沉闷呐、啊，好不好？那如果说今天呢，你测的这个人是暧昧的关系，他对你在意的程度，他还不急得找新的伴侣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你了。所以，哎，等一下来看看是不是真的验证了他不会去找别人，短期之内哦，好不好？因为拥有你呢，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已经冒险的终点，因为世界牌是愚人牌旅程的终点，就代表他不会再冒险了。他似乎也在你的身上找到了他旅程当中，他其实之前有去走走看看，他看了看了以后，就是你最 perfect， 你最完美，你是他世界的终点，你们两个之间会有个新的开始，只是差别于在，好像取决于在你身上，你到底要不要进入这一个世界这一个门哦，好不好？怎么那么的 sweet， 明明抽到这种幸运牌，却给你这个满满爱的牌哦，所以恭喜你抽到了决定好牌，这一个人已经确定就是他不再冒险了，他的世界是因为你而定下来哦，所以钱币骑士也是一个正位，他会跟你的关系朝向一个慢慢的前进，慢慢的累积，所以他是行动派，他跟你之间的关系将会脚踏实地，而且他会很谨慎很卖力的来陪伴着你，是你最忠实的守护者员工，好不好？虽然还有他会因为你，他会慢慢去建立他的安全感跟他的财务，他虽然像乌龟一样很努力很努力的一步一步的往上爬，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除了财富上面的安全感之外，他想要成为你心中的安全感，所以他会埋首于耕耘于他的工作，甚至呢他也会再辛苦都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疯狂的抱怨，所以恭喜你走到了一个人生中的稳稳定定，这一个人已经认定了你，你已经得了获胜的果实了。他虽可是他有言语甜言蜜语的表达吗？没有，可他心里面已经认定了你就是他最后面的那个港湾了，恭喜你，我这个灯塔的任务完成了，是不是要给我一个赞跟留下你的选项？好，或者是留下你的选项帮恩惠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看一下哈，稳固归稳固啦，说归说啦，你是他人生最最软的那一块，也是最稳定的那个垫脚石啦，好不好？你是他心中认定最后面要结婚啊同居的最后面一个稳定的对象，那有没有在看别人？说归说，哎，到底养不养又是一回事，嗯，好不好？这边看起来他是说跟你之间他那个终点是到了，来这一边是这一张牌卡，你说他有没有在看别人？我必须得说他某种程度他还有他人生中
业力的人要去经历哦，可是他会选择他们吗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他会轮很多人。可是我们说这个月亮中间有一个正常的这个弦月是明亮，可是其他都是轮回的，所以我必须得说，你终究还是他心中的那一块，他还是会有很多不期而遇的人来干扰他。可是你不用紧张，就算第三者出现了，他们也会结束，好吗？好，好不好？他相对于之下，他会遇到一些些可能。艳遇啊，可是他如果遇到艳遇，对他来说，恭喜你。如果他今天有意外的桃花来了，就是一个桃花劫，所以啊，很好啊，赶快去啊。最好呢，就是所以难怪你是最后的港湾，因为他如果有起心动念的想要去跟别人来往，可是他有没有想？这边看起来不是他想不想，是突然的发生。然后可是他能够去抵抗吗？我等一下来抽一下，我直接抽好了。请问一下，他面对于这个诱惑，他可以抵抗住吗？魔术师正位代表是可以的，因为为什么？前提要那一个你自己的本身，你要让自己变得漂漂亮亮的。你如果变得不漂亮，才有可能让他去找。可是如果你漂漂亮亮的话，他是有办法克制的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敌诱的是太美的女生、太漂亮的女生。可是如果你一直维持他心中的权杖女王，他是不会的。所以也就代表他是拥有控制的能力，这个取决于你的外貌哦，好不好？那恭喜你啊！其实某种程度看起来是他会有很多的。他应该是条件不错，所以会有蛮多人像苍蝇一样的要来诱惑他。所以，可是他现在心已经确定放在你的身上了，你是不用紧张的。所以，为了奖励你们抽到决定好牌，我多送你们一张神谕卡。然后，等一下我们再看他要跟你说什么话，好不好？看看他会讲出什么垃圾话，这么的稳定度。来，我们来看第一张牌 ，A time to give。哦，好了，这一张牌是处女座的牌，所以我相信你应该也通过了他层层的考验。我们说处女座都嘛会经历了很多的，他对于你的观察，然后跟你的框架，你有没有达成？那肯定就是有达成的啊，所以恭喜你哦，给予而非所求的时刻，这张牌出现啊，你要想一下你的处境，你该去哪里？所以就代表他跟你之间有一个重新组合、聪明的重新的开始哦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一边说你们的状态都在正在一个好转。所以如果你说的这一个人，你现在身边还有其他的人，请你像处女座一样，该把丢掉的东西给丢掉了。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身边没有其他的人的话，你想要成功，记得，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该。把一些不应该留的东西给清掉，断舍离的时候，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才可以好好的继续。但通常说这张牌基本上一定是你们两个人之间，你应该是有其他的状态的对象出现，他希望你断了连结以后他才会朝你前进，可是他已经在等你了，好不好？蓝色的月亮，相信不可能的，就是相信不可能，好不好？有时候俗话会说有一些事情千载难逢，好不好？那你抽到这张牌就代表你将获得跟这一个人有一次机会，所以他会给你机会哦，你要做一个断舍离哦。如果你错过了那就没有了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，那该发生的机会已经来了，所以你抽到这张牌宇宙要提醒你，他要给你人生的机会了，可是你错过了就不会回来了，所以你要把你身边的人断舍离哦，你要相信那一个 impossible 就会有可能出现。所以那个答案是什么？The answer you need are coming， 所以答案要来了。所以你们两个人之间，如果在短期之内要做一个沟通的能量，你们要么就是成，就是在一起结婚往下走。可是有可能就真的要把那一些不应该出现的答案给结束掉，因为他为了你，他可能也会跟你提出一个，就是他会来跟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了。噔噔。那一些现在身边有伴侣还不想改变的人，心里是不是发毛了？对不对？可是万一你是单身，或者是确定关系，或者是复合的人，恭喜你，你需要的答案他要来跟你讲，说出真相很重要。记得你的言论是会影响的后果的，所以请你不要口是心非，不然的话，你真的确确要解决的问题，你要说出你想要。可是这个说的状况有点调情的状况哦。好不好？不可以太过于直接，就代表尽量还是甜言蜜语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人，要表达于你的喜欢，就不要再去跟他讲现实生活中你们没办法解决的事情，先让他过，就是现在就是先在一起再说就对了。鱼先钓起来，以后再看要怎么去料理他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是先把手边你该有的东西先抓起来。
OK， 来，这时候母羊座的牌卡就出现了。出现母羊座就是代表时间也到了，火热高潮的时间来了。所以啊，恭喜你，你又要跟人家进入一场拉锯战。那我只能说的是，你还是一样，不要太鲁莽。那已经代表时间也要到了，巅峰时刻来了。你跟他之间的热情即将又再重新的爆发。如果说是刚开始在一起的关系，恭喜你，你们的关系会直接走入了一个成长，甚至热情如火，然后想干嘛，想要啪啪啪都可以。那如果你们是重新的断联的关系，要重新来，也是要重新的啪啪啪的领域又来了，因为这个就代表说是时候享受你想要更多的乐趣了，好不好？可是你不要太过于的情绪高涨，那个热情还是要压抑起来。可是记得哦，你的外貌现在开始。要好好的，要赢过很多人呢、哦，他才不会被别人诱惑。所以你所选的这个人也是蛮优秀的啊。看起来你们两个人是怎样？是要开始能量爆棚了，好不好？那这个人的恋爱要开始高光时刻来了，看一下他想告诉你说什么。好，记得哦，不要为了讨好别人而改变自己。就算不懂的人，反而会觉得很奇怪；懂的人会珍惜于你的与众不同哦。所以他也是真的经过了审核之后，他决定就是要跟你好好在一起。原来一个简单的拥抱就能给人一个极大的温暖。所以我说你是他最后面的港湾呐、啊。所以这个钱币其实在这里啊，他会慢慢的朝你前进，然后想要给你一个简单的拥抱跟慢慢的温暖。所以他速度会快嘛。他不会很快，可他内心的那个澎湃感是很快、很高涨的哦。所以他已经意识到了，你才是原来是他一直搜索里面最后面的人，遗憾吗？所以他会思考，他要跟你之间的遗憾要怎样。他其实不想让你成为他人生的遗憾，所以他现在对于你很稳固。所以恭喜那一些断联的人，只需要等待那个答案就要来了，好不好？就要迎接了，拥抱别人对他的不理解。所以你看这一边说，他相对于你，他所有的包容，好不好？所以啊，才会表现出不愿为他人所知的一面。所以你最近想一下，他之后可能会都会告诉你来与众不同，然后跟他不为人知的一面，拥抱他的不理解，所以他会开始跟你讲一些他真正的心里话。那是为什么？因为他需要你给他支持，他拥抱的温暖。因为他有权杖四，他把你当家人，有世界牌，他想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你。所以彼此加油。谢谢你让我可以爱着你的同时也爱着自己。你最近跟他相处，你应该是做得不错。那如果说你们断联的人是因为他在外面处得不好，他相对于的发现你很理解他，就是你就是最强大的前任，就是他去比较之后发现你是最好的一个。你因为你相对于别人，你对他的包容性非常非常大。你愿意让他看见你最不堪的样子吗？他愿意陪你走过最低潮的时候，好好珍惜这样特别的人，有没有？所以我才会说嘛，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怪人。可是某种程度，你算是去包容以及理解他，他终于感觉到了，他不想要你成为他人生中的遗憾。所以你还会遇见很多人，所以不要停下来难过。这一张牌是在这里。我说他还会有很多很多的诱惑，所以你不能停下来难过，你要让自己怎样的权杖女王一直呈现于正位。她是魔术师，她是可以去控制她的承诺要给谁，所以不喜欢我的样子，这一样啊。她觉得不论如何呢，别人不喜欢她，不理解的她。可是我有说她很受欢迎，可是因为她有某种程度有一些怪癖，可是只有你能够满足于她，所以她不想要成为，她知道你是她最后的港湾，她不想要成为遗憾，所以最后面就是这一张牌。你愿意让他看到你最不堪的样子吗？他愿意陪你走过最低潮，好好珍惜这样的人。所以他知道一件事，你是他支持他陪他度过最低潮的日子的人。所以啊，他是因为这一个原因他回来了。他最后面，如果说你们是分开的关系，他回来，因为他不想要成为遗憾，他想要跟你结婚生子，最后面也是他的港湾。那如果你是跟他一开始的关系的话，那恭喜你啊，这个人毋庸置疑的啊，他觉得你非常的棒啊。你就是他人生中陪他度过低潮的人，即使他会遇到很多人，可是你要维持好自己的外貌，好不好？喜欢我记得给我一个赞。那还没有订阅加留言，因为这些牌如果没办法解决你的问题的话，一生会有一次的免费的20分钟的占卜哦。好啦，那如果你已经兑换或者有遇上你的问题，或者是就是很见不得人，然后想要用文字的话，发我的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动态，将会有那种免费的文字占卜可以领取哦。那喜欢我一定要给我一个赞，对吧？那留言留起来，选到那么好的牌，是不是要给我鼓励一下，跟给自己一个鼓励一下，跟把它给定下来，然后告诉我后面到底有没有验证，领取好运。那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